新城乡公所七号举办普渡法会，而新城乡长何礼台带领公所的同仁们以丰盛的祭品供奉及祭拜，正值农历七月，祈求公所同仁们身体健康、出入安全、工作顺利。工作上摆满鸡肉、鲜果、米酒、茶水、罐头、饼干等琳琅满目祭品。小小新城乡公所图书馆清洁队和幼儿园则是办理中元普渡。新城乡公所秘书吕坤汉、各科室主管以及新城乡公所全体同仁们手持清香，以虔诚的心依循礼俗向四方众神以及好兄弟虔诚祭拜。地主新城乡公所秘书吕坤汉代替乡长何礼台带领全体同仁，伫逢七月普渡，选择今仔日良辰吉时，伫新城乡光复路570号一心虔诚站中原，敬备贡品、三鲜、水果、金纸献礼，供养十方孤魂有情众，以及本寺建设过程中受伤的生灵复原，庇佑乡亲以及新城乡公所全体同仁身体健康，家旺人和，出入平安，万事如意，蓝天百福，绿天千祥，四季四季上达，天恩岁处，癸卯年7月23日。你三上香最敬礼，一上香，再上香，三上香，安香。新城乡长何礼台表示，担任乡长4年多来，新城乡公所全体同仁们可以说是相当辛苦，而当中向中央、换新政府立法委员、县议员争取经费来破坏新城乡，共同来打造幸福新城。农历七月普渡，除了感谢公所全体同仁们辛劳，也祈求庇佑大家能够身体健康、出入平安、工作顺遂。记者钟宇新城报道。